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早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2023年的3月15号，礼拜三。现在是8点33分了，那已经很早，很早就很多人来上班了。因为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有办这个新品训，就是我们在3月28号的时候呢，会有新品上市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请这个全省全台湾的这个伙伴们一起回来受训，学习怎么样制作新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嘉哥跟白果山女神啊，他们在做一个场布的动作啊，就是把这个布条给它放到定位。好了，今天上晚来的啊，因为一样的，忙小朋友的事情，忙到现在，所以才可以来上班。不然的话，我还蛮喜欢早点来上班的，这样子时间的话会比较充裕一些。OK， 好 ，in， 再来，接下来就是穿拖鞋。穿拖鞋完呢，之后就走进办公室。然后就开始我今天的上班的一天啦。OK， 那现在的话在慢慢调整作息啊，因为这阵子都在玩那个魔灵召唤克隆尼克战记啊，时间作息上比较没有那么平衡。那接下来会慢慢的给它调整回来。OK， 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